其实一开始我是做运动只是为了复健我的左脚，因为我的左脚在年轻的时候呢，这个实质韧带因为打篮球锻炼，然后一生建议我只能做重训骑脚车跟游泳，所以这三样东西刚好是我现在在做的三样运动，而为了要避免我的肌肉量萎缩的太快，要维持一定的肌，因为维持一定的肌肉量的这个消耗，这可以不用那么吃的部分可以不用这么节制的这么辛苦，像今天共烧了1307卡，这个还蛮不错，感觉还蛮划算，一个小时烧掉1000多卡。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没有运动习惯的人，也很适合平常有在做一些自主训练的人，然后来参加这个小班的团体的一个课程。如果你是个上班族，或者是你一个平常很懒得做运动的人，但你现在想开始运动却又不知从何开始的时候呢 ，Fizzone 就是你最好的答案。